好，大家好，我政府今天把前几天关老王的那两窝蜜蜂放出来，因为这个寄养王台都已经封盖了，这个王台应该过两三天也可以割了。那么今天先把这个蜜蜂放出来，因为这个老王关了两三天之后都比较瘦了。现在这一窝蜜蜂就放好了，里面有两个王寄养王台啊，就两个而已。然后现在这个王台准备黑头了，有一点点变棕色了，明天我也可以割了。现在我对第二群蜜蜂放风啊。现在这些小蜜蜂也放好了，等一下就搬到五折河对面那边。刚才放出来的蜜蜂就放这里了，这里放一箱，然后上面放一箱。现在这个蜂王拿过来了，这个蜂王就放在分出来的这一窝里面，也就是说带老王走啊。等一下把这个蜂王放到这边，然后木薯林上面的就等这个王台出来就可以了。
现在这一箱就整理好了，我调到这个封路，然后把蜂王放回去。刚才已经把两箱蜜蜂都已经调好封路了，那么现在这个蜜蜂就封好了。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可以订阅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